南从战国，战国到五代啊。东周前期叫春秋，后期叫战国。周魏烈王多少年了？三家分晋，23年，那是多少年了？公元1403吗？再研究，再找找看。三家韩赵魏三家分晋，战国到五代啊，年为京，市为魏，京为有京有池的为阳的。年为京，按照年代先后顺序这样一直排下来，从战国一直写到五代的后周，这个叫一路写下来，就叫年京了。按照年代时间时代先后，从古到今这样直的下来，叫做年京了。四位，又是年代写出来以后，然后右边写世卿，人物世卿，世卿。在右边的时候，往右写的，所以叫做四位，为是东西横的，京是南北直的，有京有纬直横交错，有经纬交错，有年有巳卯，编年体，哦，所采杂食多至222种。正史要纪传体，帝王本纪啦，人物传记啦，人物列传啦。正史主要是写人物的，你看，人物的传记，帝王的本纪，重要人物的是传记，纪传战列传啦，传列传就是传记嘛。啊，编《资治通鉴》是编年史，所以不是正史。对了，这个错误，这个题目错误了，啊，这个是个题目了，啊，这个是个考题啊，《资治通鉴》不是正史，《资治通鉴》是编年体，正史没有包括《资治通鉴》呢，26史资料库里面也没有看到《资治通鉴》呢，所以那不是正史。《资治通鉴》电子书，哇，好，来看看《资治通鉴》电子书，还有系《资治通鉴》呢。